过两天呢，就是我们法定的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党团特别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节目，就是要祝贺我们天下的妈妈永远健康，永远美丽。我们党团的几位重要的干部，由我们的副院长领衔要在这里祝贺所有天下的妈妈一个祝福。我们愿意来用一首歌来做一个开头。那苏慧琴，没有开啊，世上只有妈妈。